来了吗？我可以搬了哈。好，类型音乐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咖啡猫杨银珍，请听音乐，恭喜恭喜。杨银珍的主持风格咬字清晰，节目内容策划多元丰富有吸引力，对于受访者资料收集用心详实，非常具有说服力。这是主的荣耀，谢谢。我是咖啡猫 AKA 杨银珍，好，谢谢谢谢谢阿卡，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特别谢谢在这十多年节目的里面，我碰上的各式各样的音乐好朋友，每一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金钟盛会，觉得非常非常激动，而且每一年看到我们都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所喜欢的媒体当中持续努力着。今年的奥运金牌郭幸存，他曾经讲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很多人都说广播人好像很轻松，走进去就可以做节目，但其实我们日日夜夜都在思想着我们节目的内容。我想很多很多在座的广播人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谢谢所有来参与的音乐家，谢谢评审，谢谢嘉音广播电台，特别谢谢我的工作伙伴，谢谢林华生在通告在许多联络上面的一个支持，谢谢我的先生于公于私给我很多的创意，谢谢我可爱的女儿，他们现在在电视前面尖叫，他们已经陪我来好多年了，今年他们不能来，可是方糖方琴妈妈爱你们，谢谢我的母亲，这份荣耀也要献给我天上的父亲，谢谢大家。